很多朋友问为什么我这里没有小鸟来吃菜苗，看看这两只小猫就知道了。以前我种在那个小箱子里面的小菜苗，也全都被那个小鸟吃得一点都不剩。自从有了这两个小家伙之后，从来没有被那个鸟吃过了。没有老鼠，也没有小鸟来吃的。也有朋友问说，这个种植箱种菜好不好？跟菜池种的差不多的，就看你有没有浇好，有没有打理好。再看看种的莴笋，莴笋主要是因为我种的有点密，所以就没有很大一条，但是也长得很好的。多嫩，这叶子很长。也挺大一颗的呀。这要是太密了，下次种还是要种稀一点，不要种这么密。这里还自己长了一颗这个小番茄呢。